三国啊，你着俄罗亚荷花，南北姓啊，你着何求伊，因为伊对咱大师之外，亚花的心思永远记得。恁着俄罗亚荷花，请起立。这是咱来一个啊，新的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今天改名来讲，你着尽心尽血尽力，命主你的上帝。这个改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千手是讲，你着命主你就像大爱家己。这两条改是专有我甲身体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改名予你，就是你着三听，亲像我听你。先把这位位加在咱的房间加印刷，这时咱做回来祈祷。主必将两万上帝，我感谢你的恩典，你创造我人类甲大地，你赐予我一个恩典，当我犯罪中招时，你也拯救我，你予我做一个。望阮得救的蒙福人，阮逐天就要安尼来做，敬听、敬神、听人，逐天读经，常常祈祷，温存自归，乐意奉献，听人归主，服务社区，医护生态，这生活八项代志。你真多手术馆，真多做你的学生，做你的门徒，每日拢要做的。咱教会从今年开始，凡设定的目标，就是咧来服务社区，来予年长的长辈，伫逐天的生活，拢有新的进展，做家庭的。核心，也做一般的目标。五人祝你开心万的目者，中职团体的领导者，到咱所有的会员，会在同心合意来保扬福音，来传扬，来加做咱社区的重心光点。但是阮也少了着阮济济的兄弟姊妹。一心心灵常常一片安中，有诶住院，有诶开刀，有诶要疗养，有诶处理发生代志，互火烧，诸遮代志，阮实在无法度用阮诶话来安慰伊，只有透过你诶话，你诶心灵来感动伊，来安慰，因为你讲，圣经讲。你的透气都赢过阮所有的言语，毋然阮知毋知，也是小捌毋小捌，常常为着因的心灵来祈祷。今仔日是圣的安息日，特别是圣餐的主日，当阮伫思想主你当时你召集你的门徒。你学生，你食最后的晚餐所设定的主日的时，阮是要安怎来思考，阮是安怎来进行，主求你的灵来感动阮，让阮今后常常心中有主你的教示来亲近阮的天灵，预备。阮今日的开会，阮今日的主席就你教阮伫地，予阮伫头到尾所领受的，常常是感动的，常常是有快乐的。真济阮以后每一工所行的话课甲安慰，
愿安尼恳求祈祷，乃是奉主耶稣你的名求的。
会得到安息，因为我的担是快，我的担是轻。第二位圣经是伫路加福音书第十五章，路加福音书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。第一节来讲，正抽烟的甲歹人伫招群，耶稣来听伊。法利赛人甲经学士闹闹嚷讲，这个人接纳歹人，煞甲因食。耶稣说这个譬如对因讲：恁中间什么人有一百只羊失落一只，减无请办99只伫山里去找所失落的，到得着嘛？已经找着，就欢喜地伫已经头顶，到处就召集伊的朋友甲厝边，甲因讲，着甲我欢喜，因为所失落的羊，我已经找着。第七节，我甲恁讲，海人中有一人反悔，就伫天里也要安尼为着伊欢喜，比为着99的人毋免反悔的，搁较欢喜。以上，上帝话，针对咱的思考，甲咱的，咱的祝福，这是咱做回来念经句。啊，经句在是伫路加福音书十五章第七节，就是主要念上尾啊节。好，咱做回来念。海人中有一人反悔，就伫天里也得安尼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叫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欢迎这部经文咱即将来思考。只是咱先发对